今天我会讲那个圣灵的第三部分呢、啊。之前第一季讲那个圣灵是谁，圣灵就是神他自己，对，你有看了哈、哦？嗯、啊。然后第二部我是讲为什么神要赐给我们圣灵，啊，是原因是因为人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。人们都是好像说要去找神，其实是 去找先知，还是去圣殿找这样子。而且他们去圣殿找了过后、啊、回到家又 变回属肉体的，就是又继续犯罪这样子。所以他不是好像说一直都把神放在心上，所以他就还是会一直犯罪咯。然后神就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已经、就是大概在七八百耶稣之前，七八百年前、就通过以赛亚、神给以赛亚启示，就是说、耶稣会来咯，就是他自己会来，也那个他吃下来的那个孩子呢，那个儿子就是、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、奇妙的老师、他也是救世主咯、他是要来救我们。然后耶稣三天过后就赐下圣灵来我们的心里面代替耶稣。耶稣在地上就是、只是在2000年前嘛，可是耶稣离开地上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圣灵来代替他，就是 也就是他自己来的，其实也就是神他自己、来到我们的心里来掌管我们的心、今天我们会讲长一点，可能会半个钟还是一个钟还不知道啦，就让圣灵带领这个 flow 这个、这一次的讲道。然后我们有弟弟来参与，他会问问题、他会问问题、等下你要大胆一点，要讲大声一点，知道吗、然后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，开始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称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了我们的灾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灾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感谢神，赐给我这个勇气，我这个人是内向，然后又最不喜欢露脸，可是没办法，因为神一直 push 我，我需要去传福音，我需要讲道，我需要、每天都讲真理、从早到晚没办法停、好吧，我们开始就讲，继续讲、为什么神要我们放他在心里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其实神一开始的时候就很在意，好像亚当夏娃他们没有听神讲的、你不可以吃这个禁果，这个禁果就是分别善恶的果子，然后亚当夏娃他们知道了的，听到了的、然后那个魔鬼呢，他就以蛇的形式在那个禁果的树上面引诱夏娃，就跟他讲、你吃了你会变聪明哦，你眼睛会明亮哦。
然后他夏娃就信了那个蛇，然后亚当也被夏娃说服了，也就是夏娃顺服了蛇，亚当顺服了夏娃，他们都没有顺服谁？神啊，对，神就没办法了，既然他们不信他、啊哦、也不顺服他、啊、不听他的话、哦、他们知道了的，听到神的声音了的、哦、可是他们就是不听神的，他们听魔鬼的、哦、然后过后在摩西出埃及记过后、哦啊、神有叫摩西教那个以色列人，那个当时的犹太人啊，他们还没有进到以色列，不过他们也可以叫做以色列人了、啊、因为属于雅各的后代都是以色列人，因为雅各他就是叫做以色列嘛、啊、当时神颁布了一个最大的诫命，这个最大的诫命就、把这个神的心意讲得很明白，就是我们要心里有他，这个心里有他是以怎样的、方式或者形式，我们是要去这个生命记第六章，生命记第六章，我 highlight 起来给你，你读这个黄色的，嗯，读大声一点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，你要全心全圣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，你都要记在你的心上。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或行在路上，或躺下，或起来的时候，都要谈论。你也要把这些话连系在手上做记录，戴在额上做头带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柱上和城门上。Okay. 这边讲到就是我们要全心全性全力去爱他，全心就是用心咯、有很多人纵然是现在的基督徒是、嗯、他们其实也是很像犹太人以前这样子，就只是去教堂的时候啊，有神唱圣歌的时候哦，感觉良好、嗯、今天圣洁了、今天被耶稣洗罪了，然后星期一到星期六回去的时候呢，又打游戏，啊、又讲在 Facebook 讲人家坏话，啊，乱骂人，啊，然后讲是非，啊，纵然是没有去杀人放火，可是我们的嘴巴、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耳朵，都是在吸收跟输出一些不好的东西、不好的信息。我们没有管好自己的心，可是我们其实是管不好自己的心，我们需要神来管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需要去寻求神，需要去爱神、啊、我们需要无时无刻的每时每刻的去爱神，全心、啊、全心到怎样，刚才有读到的就是你不管是坐下还是站起来，出去还是回家，躺下还是什么都好，然后你也要有
戴那个头戴还有手戴都是来纪念神的。而且我也好像说做父亲的一家之主啊，我们的一家之主当然是耶稣啦，可是好像说身为父亲的我们也有那个责任去交给孩子们啊，告诉他们这个最大的诫命啊，这是最大最重要的啊，你整本圣经最重要的就是爱神啊，你能够爱神，神住在你里面，然后神就给你一切了，一切不是说给你很多钱，是给你一切的能力去面对你的行为，面对你的好像说你会得到自由，得到释放，就是说你不会被罪捆绑。你原本是可能是一个喜欢说谎的人，或者喜欢忘记东西的人，或者喜欢讲坏话的人，是你管不住自己的口，可是有神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的嘴巴自然而然的变得会很小心机啊。有圣灵内住的时候，他就会释放你，不被让你不被那个罪捆绑。然后全信是什么？全信就是你的生命，你的生命有什么？就是你的身体、你的魂、你的灵，哦，这三样就是你整个人的生命，整个生命就是你整个生命都要交给主，哦，你要奉献，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你要顺服神，完全的跪下，完全的顺服，哦，你跪下不是跪给人看的，你是跪给神看，你真正的主啊，你接受我吧，你这样讲，我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，这样子。然后权力是什么？权力是不只是你的能力，好像说你能够去传福音，你就去传福音，不只是这些，包括你的所有的财力，好像说你是很有钱的，你没钱的你就没办法了。如果你有钱的，你有财产的，你都要完全拿来为神而活啊，而不是为自己，是你所有的东西，你甚至你整个人的生命都是为了神，这样子你才能够称得上是全心啊，全心全力的爱神啊，所有的一切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约翰福音14章就很长，选一些给你看。你读这边先，其实是要整个14章都要读完，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你先读这个先。这先读。14章，这个第8节开始，腓力说：“主啊，请把父显示给我们，我们就满足了。”耶稣说：“腓力，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那看见了我的就是看见了父，你怎么还说把父显示给我们呢？你不信我是父里面，父是在我里面吗？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而是我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你们应当信我是父里面
父是在我里面，不然也要因我所做的而相信。这边就讲到，他其中一个门徒那个菲利，他问耶稣，叫神让他们看到神，然后耶稣就讲，你看到我就是看到神了，因为神在我里面嘛，父在我里面。耶稣这样子讲，而且他提到的就是说，他所做的一切，耶稣所做的一切，他就是那些一病赶鬼啊，把水变酒啊，然后在水上走啊，在海那边走，然后叫那个风浪停，叫几千到两万人，那个五千个男人能够吃得饱，其实是大概两万人，包买那些妇女小孩啊，大概是两万人都能够吃得饱，然后用五饼二鱼分啊，这些神迹难道是从耶稣的肉体来的吗？不是吗？而是他里面的父，就是神在他里面啊，他是借着圣灵，借着父在他里面才能够做这些神迹嘛。而且他做是，他讲到一点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不是凭自己说的啊，也就是说耶稣甚至到他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不只是做的事情，他都是顺服神的啊，虽然他也是神，不过他因为他要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，就是能够让我们认识耶稣，就是认识神啊，他要给我们看到他是怎样做到的。连耶稣自己本身他也顺服父啊，顺服天上的父，照着他听到父讲什么他就讲什么，父教他怎样做他就怎样做啊，他都不是行自己所行的啊。然后在下面这边就讲到耶稣将会让圣灵来，圣灵这个他是写成宝惠师，你从宝惠师这个开始。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来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把一切事教导你们，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切话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，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。这边有讲到呢，就是圣灵他要把一切事教导你们，圣灵会教导我们一切的事情。你要下棋，其实你可以问神，你问圣灵的啊，不过当然你首先你要有圣灵先，你要相信耶稣，你相信耶稣，你要相信他讲的这些话啊，这是耶稣讲的话。然后也要使你们对我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切的话，耶稣讲过的所有的话啊，就是圣灵会提醒你怎样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，就是你要把那个四福音书啊读完，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福音啊，这四本你需要读完它，然后你就会记得耶稣做过的东西，耶稣讲过的话啊，然后啊。当然不是说只是读这四个福音书，你读完了过后，后面的《使徒行传》、《罗马书》，然后接下来的
都是重要的，其实连就业也是很重要的啊。你能够把圣经读完几遍的话啊，你就能够业绩的神所说的话啊，所说过的话。当然你不要靠你自己的脑袋，而是要借着圣灵，因为耶稣讲圣灵会教你，然后也会提醒你。然后讲到那个教你一切的事情呢，就是教什么呢？他怎样教呢？他教就是通过异象，通过异梦，就发梦。异象就是好像你看到 VR 那样子，或者看到字，或者看到图片，哦，异象就是这样。VR 是就好像你转的时候，那个场景其实也是跟着转的，你就好像进入了那个 3D 的一个境界，那个灵界，哦，然后或者听到声音，他是这样子来教你的。听到声音或者看到圣经的时候，知道他所通过那个圣经的经文，你知道这是他要跟你讲的话，或者通过神迹，啊，打雷下雨还是什么，啊，很多方式，你不可以去 limit 神，你不可以去限制神的 creativity， 神会有很多很多的方式。他告诉你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心里很强烈会知道的，啊，因为圣灵他要你知道，所以你一定会知道的，你知道的，你当你知道的时候，你是会有感觉的，你不会好像说，有没不知道啊，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会知道的。然后，他会教你一切的事情。 还有另外一边就是那个使徒行传，彼得讲过，那你看这个彼得和十一使徒站起来，他高声对众人说，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，你们应当明白这件事，也应该留心听我的话。这些人并不是照你们所想的喝醉了，现在不是上午九点钟罢了吗？这正是耶尔先知所说的，神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所有的人，哦，神要把他的灵浇灌给所有的人，哦，然后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哦，预言是什么？就是说好像先知这样子，哦，讲明天会发生什么。那你们的青年人要见异象，就刚才我讲的咯，啊，然后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也要把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我要在天上显著奇事，在地上显著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。太阳将要变为黑暗，月亮将要变血红。在主伟大显赫的日子临到以前，这一切都要发生。那时，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。哦，他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就是那些门徒啊，他们在耶稣升天过后，是他们第一次在聚会的时候，120个人第一次受圣灵充满，哦，神第一次浇灌圣灵给这120个人。之前那个12个门徒啊，跟着耶稣3年半呢，在一起，他们都是没有圣灵的，所以他们都是，怎样讲，还有很多东西都是不了解、不明白。当他们受圣灵了过后，他们突然间讲啊，原来是这样，啊，就突然间明白了，就而且他们也不只是明白，也有能力，所以圣灵也会给你能力，哦，那个能力是借着你的手做出来，不是你有那个能力，你明白？
是圣灵的能力来的，是神使用我们，使用我们成为他的 army， 他的军队啊，士兵，然后我们是替神去做工的，去打仗去做工，啊，神使用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教神做东西，是神使用我们的祷告，啊，所以我们平常祷告的时候要很小心，我们自己的那个用词跟语气，就是说你不要教神做这样做那样这样子，神不是那个阿拉丁神灯，叫他出来然后许三个愿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们是求神带领我们使用我们，这样子才是合神心意的，你要把自己奉献给他，就好像在那个生命记第六章那边讲到的，我们要全心全意把自己交给他，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他，所以这就是圣灵。然后还有讲到的就是耶稣讲过他自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，耶稣就是那条路，就是唯一的方法，唯一的道路，就是唯一能够去到天国的路，因为如果你没有他的话是你就没有办法，所以其实也就是和神给我们的诫命一样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爱他，如果我们不去爱他的话是我们就没有他，没有他的话是我们就没有办法了，没有那条路了，所以他是唯一的道路，然后他也是真理跟生命。真理是什么？就是如果你看圣经的旧约有很多律法，很多律法，如果你借着自己的行为去做行律法，好像说你看到说你要行善，你要去帮助人，可是如果你是借着自己的行为去做的时候是你就变成虚伪，可是如果你是因着神而去做的话是神叫你去做，你去做的话是这样子，就是因为你顺服，就好像我们现在传福音是不是我自己想要做的，是神叫我做的，我露脸是我很讨厌的事情，而且我也没有口才，我讲的东西也是怎样讲一搞一搞这样的，我不像其他的那些演讲的人或者其他的，他们讲话都很流利的，可是我没有那个口才，不过神给我的能力就是他在我里面，他一直提醒我，所以我他的真理在我里面是我不会忘记，所以我就一直记得，我知道哪里打哪里这样子，然后他也是生命，真理就是那个讲真理先，还没有讲完，就是真理是如果你借着自己是你去做是你就变成思维，你借着因为有他而做是就是他在你里面做出来，就是他结出的果子不是你结出的果子，他做出来的，他让你做出来的，你怎样做到，就是他改变你的心，他怎样让你可以做到，就是他改变你的心，你不是一个石头的心，而是一个肉心，一个柔软的心，愿意改变，愿意跟随他的心，愿意去做善事的心，是他改变你而去做出来的。如果你自己去做的话是
一定不对的，纵然是你做了也是不对的啊。就好像以前第一个王扫罗王啊，他因为犯了罪，可是他犯了罪，他想要听到神的声音，是想要听到神给他启示，给他指示，他就献祭啊。献祭是听起来好像是好的，对啊，是 good 的啊，也是圣经讲了你要献祭啊，是吧？可是你因为自己想要去献祭，来叫神来跟你讲话，是反而神不跟他讲话了啊，神还是不回应他啊，神拣选大卫来代替他，这样子。可是好像说你献祭小孩是错的啊，把小孩子拿去烧的话是错的，可是因为是神教那个亚巴拉罕子去献祭，将他的第一个儿子啊献给他，他就乖乖听话，想要献祭给神啊。好彩就是神只不过是在试探他，考验他罢了啊。在 last minute 的时候，神就跟他讲啊，你可以用那个，他没有跟他讲啊，就是神让亚伯拉罕知道神准备了那个羊啊，在那个树枝那边卡着的，有一只羊就卡在那边，准备好给他，就用那个羊来代替啊。你看啊，看起来杀小孩好像是错的，可是亚伯拉罕的献祭是好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顺服神的，所以你听神的话是，当然神是不可能叫你做坏事的，啊，纵然是叫你做，他只不过是在考验你罢了，他会叫你停的，啊，他是要考验人，就好像说，现在他叫我做传福音的工作的话是。也是要我顺服，纵然我是可能做出来是完全没有功效的，没有人要看的，啊，我无所谓，就是我必须要照做罢了，你们啊，这是我和他的关系，不是说他叫我做就一定有什么这样子，有什么这样子，不是的。啊，神给我的奖赏，神给我的任务，神给我的考验，是对我自己罢了，不是对别人的，啊啊，所以这个真理呢，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就是真理，就是。相信神，顺服神，啊，神才是真理，不是我们以为自以为的真理。因为如果好像说，尤其是现在的那些，你在 TikTok 还是在 Facebook 很常会看到的讲，啊，那些同性恋也是爱呀，啊，他讲你们为什么你们这些基督教反对我们啊？你们没有包容心，哇，你。听了哦，好像是哦，那爱我又没有爱呀，哦，我没有包容他们，怎样搞呢？可是这是他们把爱放到大过那个真理，真理里面的爱才是真正的爱，从神而来的爱才是爱，哦，神的爱才是爱。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思考，自己的那个道德，那个自己的良心去分辨的话，就是我们吃了那个分辨善恶的果子，神不要我们吃的。如果我们去吃的话，就变成是我们想要自己有明亮的眼睛去分辨，我们就错了。我们能够分辨是因为神，神要给我们更好的那个分辨善恶，神要给我们真正的真理，哦，就是
你有它，你 就有真正的真理啊，就是它本身就是真理。耶稣说它是真理生命啊，然后你会看到罗马书第八章就有提到啊，圣灵也是真理，也是生命啊，所以耶稣就是圣灵，神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圣灵啊，或者圣灵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神啊，都是同一位啊，都是神，就是他自己来的。然后生命呢，就是什么呢？生命就是好像刚才我讲的，生命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身体，你的魂，你的灵。而且这个生命是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。耶稣讲过，天国就好像他栽种啊，那个种子他栽种，然后让它长大。有些人呢就在沙土那边栽种，有些人就在好的土栽种，或者有些是长的时候呢被那个荆棘卡着了啊，那些藤啊什么卡着了，或者没有照顾好的啊，不会长果子的。神给我们那个新生命是，我们是需要去经营，需要去长大的。我们怎样长大？就是通过他的灵奶，就是借着他，我们每天都要去亲近神、敬拜神，哦，去认识他，去爱他。你爱他，就是在吃灵奶了，哦，你就会成长，慢慢改变你的生命，会 一直改变。你 越改变越多，你也会有能力，哦，你不只是有能力，当然你不要太注重 那些能力了，你要注重，更应该注重的就是你自己的那个灵里的成长，那个爱心、信心，哦，这些。然后，啊，你读一下那个罗马书啊，你从第一节读起，读完整段啊，就这边，这整段。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，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自由。等听，生命是吗？生命之灵，所以那个圣灵就是生命，耶稣就是生命啊。然后让我们得自由，他怎样让我们得自由呢？在英文就是叫做让 deliverance， 就是释放。怎样释放我们呢？就是我们的救我啊，我们的 old me 啊，就是以前的我们是，在承受圣灵之前，是相信耶稣之前，然后承受圣灵之前啊，我们的救的那个灵呢，是一直被罪捆绑，被欲望捆绑，我们没有自由的。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看到游戏，哇，你一直想要打游戏的啊，然后或者你嘴巴里面的谎言是想要讲骗话来隐瞒事情，是你是没办法，你一直想要不讲，想要把真实情况讲出来，可是一面对的时候，哎，又不小心讲骗话了，啊，或者对大人来讲，这就是有很多他们一直会被那个钱捆绑，他们一直整天想要去赚更多的钱，啊，或者有些人就是被性的捆绑，啊，他们一直想要，啊，在性方面得到满足，得到那个欲望的满足。为什么他们会有那个欲望，啊，就是因为他们的
旧的那个生命是那个灵、那个魂、那个体，是那个肉体啊，属肉体的那个生命啊，是不行的，是罪恶的，所以该死的啊，一定会犯罪的。可是神给我们那个新生命了过后，是你就会发现到，突然间发现到，哎，以前看到的现在不会觉得他吸引我了啊，以前会整天想要打 game， 现在哎不想了，反而现在一直想要的知道的是神的东西，想要知道真理啊。你有圣灵了的话，是你的新生命，你会很喜欢神了。不要讲你已经很爱神了，你至少你已经更喜欢神，你更渴慕神啊，你很想要知道他了，你也会喜欢真理。你不只是喜欢听，你喜欢看，你是喜欢学习，你也喜欢讲了啊。神给你那个圣灵的时候，是它里面有一种热能啊，有一种激动，会让你一想要讲出来的啊。你不讲出来的话，你不舒服呀。神一直会推你，你要去传，你要去讲。然后生命你再读下去。脱离了罪恶死的律，律法是因肉体而软弱无力所做不到的，神做到了。对，这就是刚才我讲的，我们的肉体软弱无力是没办法嘛，没办法去面对的。可是神做到了，你有神，你有耶稣，你有圣灵，是神帮你做到的啊。神改变你的生命，改变你的心。 OK， 刚才讲了神、耶稣、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生命，对吗？真理生命。然后你有这些得着释放了过后，你有那个自由了，你神让你能够做到了是不犯罪，然后你有的那个很直接的那个感觉呢，就是平安喜乐哦，平安喜乐。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果子啦，就是一个切据，这个是你自己知道。你这些果子是不是给你去批评别人、评判别人、去审查别人？这是给你自己照镜子来审查自己的啊。好像说，如果你觉得没有平安的时候，是你做事情你很乱哈，你就要知道啊，原来是我没有圣灵啊，所以就是应该要跪下来寻求神的时候啊，寻求神，寻求求神赐下圣灵啊，浇灌圣灵，让你圣灵充满啊，然后就这样子了。我们今天讲了很长，有一个钟了，接近一个钟。谢谢你弟弟。不用紧。好听吗？对。啊，可以啊，明白吗？大概。你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不明白？你可以问。感觉差不多了。没有什么问题。没有什么问题啊。OK 了，好了。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要问啊。我会帮你回答，帮你解答。OK。